是一个中长版的衣服，所以可以整件盖过我们的裤子跟肉肉。玫粉色有一点误会的感觉，我也不是说太白皙的女生，但是呢穿起来一样不会有显黑的效果。再来呢，一样是软料薄款的，而且它不太容易皱。它的袖子不用担心，你看围还这么多，一个拳头满满的，你自己觉得肉肉比较多的，夏天这边也不会不舒服，有卡袖的部分。身宽的话 SML XL 都可以轻松的驾驭。然后黑色我觉得就有一种性感小公主的感觉哦，然后它的心机之处就这个小三角，如果你不想要的话，你就穿长一点的 bra top 就可以盖住了。然后它的面料手感非常非常的软，然后有没有透透的微微的，它就是那种薄料软料的。它的公主蓬袖你看是从这里才开始，如果公主袖的车位在这，真的会比较挑人穿了。微微的透，你只要穿白色的 bra top 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安全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还特别穿了一个这种长裤给大家看，轻松简单，然后平常不敢穿短裤的人，我觉得你也很 OK。